大家好，来一场双杰龙格斗对局。现在是一匹比利对战二匹阿波波，一匹欧辛嘎直接打倒，将他打倒。现在比利压制的非常强，直接就把他的招数给封锁住了。这一套直接偷了个下盘，比利这是要发疯的节奏，直接又是疯狂进攻，偷下盘又给偷中，现在阿波波已经被打傻了，大招也挡不住了，直接一套带走。我们来看回放，你看大招已经挡不住了，满血将他带走。我们来看第二局阿波波会不会改变战术，现在是依然是疯狂的跳追，但是还是被打中，完了又给一套连住了，这比例太疯狂了，一个，四个，五个，直接是五个前田地啊。我们来看回放，太帅了这一招，三四五，正好五个，太给力了。好，继续来下一局的决斗。这一局阿波波可能有点疯了啊，要疯了，看他会不会爆发出来。好，还行啊，直接抓了一下，但是他的速度还是不够，总是机会把握不住啊。看还是没有打中，直接不要打了吗？直接一个木压就 OK 了吗？现在又被比利挤在角落里狂揍，又是挡不住了，一个大招直接推走。我们来看回放，你看大招直接就挡不住了，一套给推走了。这一局看阿波波怎么学聪明一点啊，这一招是打不到他的，因为他的升龙是小升龙啊，根本来不及打他，现在又被比利给挤在角落里了，情况不是很好。阿波波是有劲使不出来啊，这个机会好，还是没有把握住。这个砍得好，直接大招，直接震死。我们来看一下回放，看大招狠得很，太狠了。这一次比利应该再不会再给他机会，还是四连踢住了，但是只要被比利给连住，他就别想活。你看太猛了，这连招，这手术不知道打了多少年能打成这个样子。一个变身直接带走，你看回放一下，太厉害了啊。谢谢大家观看，再见。